润金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瘦瘦子。其实就是那时候疫情的一个感受吧，就觉得我们好像困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被囚禁在这里，然后我们哪都去不去，然后疫情又是把我们困的地方更小了，对，我们就是是不是连出境都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就是觉得。好像在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下的一个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跟回忆吧。现在想起来，所以既然我们大家都困在这里，那我们不如就是玩得开心一点，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爱，分享音乐，我们在这边一起分享快乐，对。这次来就会有一种还蛮兴奋的感觉啦，就觉得好像是那种老朋友很久没见，然后大家相聚一下，然后我觉得也是有个机会让我可以分享，就是我这几年所做的音乐，然后跟一些心情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我觉得还蛮真的是蛮期待的，对。舞台上一定会不一样，因为场地的不同嘛，所以在舞台上面其实当然你就是要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对，然后歌单上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就是基本上都演出会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代表的是顽童也会来，对。现在还 OK 了，现在已经蛮习惯自己演出了啦，对，但是不得不说，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会有点不习惯，就是自己人站在台上，然后后面没有两个兄弟就是挺那种感觉，对，所以，但后来慢慢的就是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有一些想法就是出来了，然后觉得，哎，这个你这样，因为影像跟音乐的结合其实是一个电影很重要的一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在里面做点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音乐，在这个 scene 里面可以怎么样。所以其实在拍的时候就有一些感觉，然后在拍完以后看了第一次初剪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在里面做一个很有速度感、很有热血的一首歌来搭配这个画面，这样子。当然，因为其实跟团体一起创作，你必须在内容上面你要有很多次的沟通嘛，因为你必须要达到一个共识，大家对一个主题要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所以就是这就是团队嘛，所以你的内容你必须要三个人都有共鸣，对，所以像一些比较私人的内容，你可能就很难在团体里面去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单飞，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各自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对，那自己创作其实它就是很单纯的，它就是很真诚嘛，就是你觉得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出来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玩，对，因为第一次演戏嘛，然后就是真的是新手，然后你就是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啊，事前做很多准备，然后要一直读、重复的熟读，了解那整个剧本、整个故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在剧组里面，就是每一个人啊，现场在工作每一个，甚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我学习的对象。然后任何一个临时演员都比你会演戏，所以我觉得就那种感觉很好。对，就很像第一天上学的那种感觉，就是哇，大家都好厉害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在旁边偷看，就是摄影师他是怎么运镜的、啊，他想要拍出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可以怎么配合你这样子？我觉得这所有的过程都是每一天都很好玩，每一天都很有挑战，然后每一天都有学到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对我觉得这整趟下来，觉得是很有收获的。我觉得在台上表演我们自己的音乐，其实你就是你在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一样的，对，就是你就是在演瘦子，对，所以你一直在演同一个角色，所以你一定是驾轻就熟，对，然后相对你的表演会比较夸张一点点，对，因为你在台上你的表演已经是很放的嘛，对，你才会有感染力，但我觉得演戏就是你要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对，虽然我是第一次，那可是相对于演员来讲，你当然你有很多不同角色，所以你每次都会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表演可能不是那种全开的表演，因为真正的人他不会
全放，真正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感情都是一点点一点的在压抑，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然后有时候嘣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怎么讲，他的那个层次感是比较不一样的，对对对，完全会，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当然我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进步空间啊，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可以学的，对，所以就是也希望有。希望就是还有机会，就是有戏找我这样子，我也蛮愿意就是挑战的。对，那有没有什么角色是特别想要挑战的？其实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动作片，对，武打啊、动作片啊、枪战啊那种，对，所以像那种类型的，或者坏人，哇，超级超级坏的大坏蛋那种，我都蛮有兴趣的。对，就是有点。他其实就是跟这次演唱会的概念是一样的啦，对，他就是从那边开始发想，然后就是觉得说，其实内容其实大概其实就是在讲一些就是关于人类的事情，对对，人类的行为嘛，人类的行为 ，Wait Up 也是在讲人类的行为，然后讲我自己的行为，然后 People 也是在讲人类在网络上面的行为，对，然后还有什么 Lucy Dream 人类的行为春梦。对，是人类行为，对吧、啊？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概念，就是好像在围绕在地球人上面。对，嗯。其实我一直都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是很喜欢就是 outdoor， 然后我很喜欢大自然，我很喜欢海，然后我喜欢露营这些。我觉得这所有事情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独处。对。比如说你在潜水的时候，事实上你感觉你是只有你自己的，你好像在宇宙里面，感觉你听的声音是嗯那样，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底下，我比较能够很赤裸的去面对自己，然后跟很独立的思考，对。然后我觉得我蛮喜欢那样的状态，然后我也觉得在那样的状态，我的创作会比较单纯一点点，对。所以这是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创作。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刻都很深刻，我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时刻，就是你光你坐在海边，你就看着那个浪在那边打，然后太阳慢慢的下山，那个夕阳晚霞出来的时候，你都觉得哇，感动，真的，就是有时候，对啊，这就是我喜欢在户外的感觉，就是很多的那种很简单的，我们都知道存在的那种大自然的变化，但是当你真的静下来好好看着它的时候，那种感动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我记得那天去其实很短的时间了，因为现在你能够真的出去创作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那次去好像是四天嘛，四天还是五天我忘记了。然后我们做了四首歌，那时候好像做了妹妹，然后 Wait Up， Lucy Dream， 还有我的影吗？好像是，对，那几首歌都是那时候。应该讲说，我在做Earthbound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说是目的是要去突破什么。对对对，其实我就是继续续写我的心情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在制作上面来讲，我们这次有找来新的制作人，就是小崔。然后他就是他制作像。Wait Up 就是他制作的嘛，然后 Amazing 也是他制作的，对，就是他的确投入了蛮多他的不一样的风格进来在编曲上面，对。哦，因为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那时候在想、就是 Earthbound 这个专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因为我很喜欢写歌的时候就想象 MV 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哦，是感觉好像是我们。如果是我们最后人类离开了地球，我们移民到火星了，然后你要怎么跟那些火星的后代，那些小孩子去解释以前的地球什么？如果有一本书像是历史课本一样，然后你就是像童书一样讲给小孩子听说，说啊以前的地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哎这个 idea 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CD 代替 CD 的东西这样子，对。可以两首吗？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 Amazing
对 ，Amazing 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就是非常 gospel 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然后它可以，我觉得它带来了很多的力量，然后跟很温暖，然后很多的爱跟勇气，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或者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时候会有点想哭的一首歌，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感觉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听众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影，对，我的影就是在讲我跟我香烟的爱情故事啊，对，就是我把我的香烟就是拟人化，讲成像是一个大家都劝我不要跟他交往的女生，对，但是戒不掉他，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演唱会啊，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放开来玩，真的，我觉得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个很不错的夜晚，然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那今天就很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你在香港的演唱会可以顺顺利利。谢谢谢谢谢谢。我问你要如何诠释老天爷的动作，别让那些混蛋告诉你该怎么做，咱们否定因为自己曾经失败过，我跟你不同这个